既然他们不相互抢，那你们俩过去抢，这合适吗？没啥不合适的。咱们的目的不就是要检验他们在压力下的生存能力吗？去给他们多制造点压力。是。不好意思，你被淘汰怎么样？找到了？找到红影了吗？没有，肯定是他偷走了所有的吃的。我就说那家伙不可信，就你非把他留下。我们本来就是要聚齐所有人，红影也不例外。哼，那现在好了，他把东西全偷走了。你怎么那么确定是他偷的？不是他是谁啊？难道你跟他同伙啊？你胡说！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俩干嘛？什么呢？好了，如果这不是红影干的呢？火狼女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他还能有谁？红影他一个人跟我们所有人为敌，这样他的情况只会更糟糕。他把所有吃的都拿走了，不就是想把我们淘汰吗？他拿走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可以摘果子，我们饿不死的。如果他想要淘汰我们所有人的话，那他完全就可以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按下我们的放弃开关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还有哪间喽？应该还有其他外人。这哪有外人啊？